我得在消除一下他的疑心前，在水里憋气。吃多点番薯，放点屁也可以呼吸。也没你们多番薯可以吃了。植物能产生氧气，报警用一下。植物也就只能产生那么一点点氧气。 幸好我冒险前，我喜欢带个烟雾弹，可以探出头呼吸一会了。烟雾散了，不能探出头了。那笔记这么好看，不可能不被吸引的，可以探出头呼吸一下了。这么快看完了，真不认真。鱼儿，快帮我做一下人工呼吸，鱼儿体内空气不多了。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，出来投一下气。 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吸收于日月精华，不用氧气也可以呼吸一段时间。身体只能接受那么一点点精华。叫的麦肯基全家桶，里面有汽水可以呼吸。喝完汽水了。电解水可以产生氧气，能行？